请问不可以？我很酷啊！谢谢。这是我上次欠你的。不如这样吧，这次我教你弹吉他，来吧，加油！按选歌了没？还没。按是有练习吗？有啊，他每天早上都有爱慕者送的早餐，可是他根本不吃，只好帮他煮。我怕那个送早餐的人难过，我希望明天也是饭团。你要哭吗？来吧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现在饭团很厉害。早餐。谢谢。我以后都不吃你早餐。我喜欢的那个人，我以为他也喜欢我。但这一切都只是我以为。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？有件事想跟你说，我又谈恋爱了。你觉得十五年后会是什么样子？但我想听你说，那时候我们还会是朋友吗？你需要我，我在你身后。拜拜。拜拜。